一下我身材。超辣的，老公要喷鼻屎，身体都大概多少？你感觉好像47啦，47，4出太夸张了。前阵子拍完戏嘛，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还有带着我儿子，我们就去旅游，然后我们去了半个月，然后我竟然回来没有胖很多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现在的体质啊，就是易瘦体质了，因为血脂肪变没有了，超屌。我觉得就很棒。你不是有一天就受不了吃的宵夜，结果隔天起来还更瘦，还更瘦，超扯。都有，它可以有效的去控制，比如说高血脂、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，哦，都可以控制。气色又很好，然后精神很好。